嗨，你好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个戴上去了啊，不戴上去啊，哎呦，很贵哦，300块哦。OK，我是双鹤的 Anthony 林振理，双鹤金钻。那么今天跟大家谈谈，双鹤事业啊，怎样来开始做从事这个行业，如何开始？OK，首先我们知道。为什么你要从事这个行业？为什么我们要从事双个事业？我们从事双个事业的目的呢，就是赚取不在职收入，让我们有不在职收入。就是说，有一天呢，我们不在这个职位，我们还有收入，英文叫 passive income，也就是说，手停口不停，口不用停，还有收入啊。那么你不做，钱从哪里来？收入从哪里来？从我们的主次，我们团队，从我们的我们的代理商，我们的下线。所以，开始做双鹤，就要把你的团队成立上来。啊，千万不要一进入讲想做医生哦，啊，就不对了。所以成立上来，你一定要5个直接下线。啊，怎样呢？啊，我开始给人家喝咖啡了，开始用咖啡做一个媒介，用咖啡开始，用我们的。总裁咖啡啊，双鹤的总裁咖啡是很出名的，它对偏头痛啊，它对这个便秘啊各方面都有效啊，这些哮喘病能够喝好哦，高血压也能够有效哦，你看啊，所以怎样呢？我请朋友喝一杯，当然喝我们的总裁咖啡的时候呢，我会讲，哎，这个是灵芝咖啡，你喝的时候呢，有一点苦啊，苦味啊，苦一点。那么我想，如果别人的咖啡，你放我放旁边10分钟而已，我再喝，哎呦，酸的，为什么会酸？因为它只有28%咖啡豆，88%不是咖啡豆。那为什么给28%而已呢？因为他们给店租，哎，很贵的嘛，在新加坡还工人钱呢，啊，等下广告费啦，代言人呐，哎，各位这些钱不少钱的嘛，所以不可能给你100%。他给你28%咖啡豆，啊，那我们公司我们双鹤讲究健康，啊，所以我们给的咖啡是180咖啡豆，不管你放多久，保证不会酸。所以喝咖啡不要喝化学物，OK？那么我再问说啊，这个咖啡一盒是有20包里面，OK？那么不是会员，非会员20块，会员呢14块，那么进会员10块5角。那我请问，如果你要买这个咖啡，请问你会不会进会员？那很多人讲这样啊，哇，如果不进会员是20块，哇，长远来讲不合算了哈，还是进个会员好了，变成14块咯。啊，他进会员了，那我就说，你看。我这样讲，你都会买，你都会进会员，你跟着复制咯，你跟着一样的讲法，你跟你5个朋友谈，他们也会买，他们也会进会员，那你的下线也跟他的朋友谈，有5个朋友谈，他们也会买，他们也会进会员，你看到吗？从1个变5个，变25，变125，变625啊，不得了，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。当你5个下线的时候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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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不会难的，讲酸会不会酸就来了。各位要开始，一定要这样做，把人脉找出来。人脉才是钱脉，才会有收入。有了收入啊，你就买东西呀，啊，吃东西呀，什么用起来比较轻松，那你这条线就做得比较久。那么下线加入呢，想办法啊，复制给他。帮他有五个下线，是不是？他也很容易的啊，有收入了，有一些啊比较轻松了。所以下线方面，我们要照顾他。但你5个以后跟我们一样，那么你就要学6样产品。你5个下线学6样，每个人找5个就好，找5个就学6样产品。因为6样产品会了以后呢，啊，就来找我们。哎，我会了这6样产品，那么我们考了你以后，我们就给你 handle。给你 scanner 啊，得过的这个检查身体的啊，那么这个我们给你啊，免费给你啊，给你用。所以你可能想，开始做双鹤呢，
你要人脉，先把五个人找进来，五个。所以碰到下线，碰到朋友，第一件事情 high five， 你跟你下线先碰手说呢 high five， 拍掌声呢鼓，什么意思呢？就问他，你的五个下线在哪里 ？high five， 那五个在哪里 ？Where are the five？ 你五个下线在哪里？先找五个进来。你不是说在要双鹤要在双鹤成功吗？你不是说在要在双鹤做啊做上钻石吗？金钻吗？哎，金钻不得了啊，一个喊喊得啊，10万块新币啊，10000以上啊，谁要给我们这么多？双鹤才能够给，好好的拼上来。所以开始找五个，那么复制下去就25个来了，写利用产品，就这么简单。双鹤事业是很容易做的东西。做直销没什么困难，没什么复杂，进个会员4.59块，简简单单的。各位，行动开始，今天就开始，把五个下线带进来，记得啊，跟你下线谈的时候呢，看到他跟他 high five， 就问他你的五个下线在哪里啊？每个人只要照顾五个，那就是双个事业了。所以难吗？绝对不难的，五个而已，好不好？记得啊。这个时候不要出去啊，啊 ，stay at home， 在家，不要出去，要出去记得啊，等一下我要出去了啊，要带上去了 ，OK， 记得，拜拜，有什么联络，拜拜，再见。